45岁名模周文琪，2012年9月同发迹男友结婚，婚后有2个仔，一直都好似模范家庭一样。点知道早前 Kathy 嘅老公就被影到同一名外籍女子态度好亲昵咁样，喺深水湾沙滩茶座短醉。期间仲十指紧扣，公然深情激吻，十足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啊！事后有传媒追问 Kathy 呢件事，佢当时就好燥底咁样回应话：唔好问我。之后去到三八妇女节当日 ，Kathy 就疑似去咗外地散心，仲喺社交网度上载咗张身穿白色三点式嘅泳衣照，大晒火辣身材，似乎系还击咁样写上妈妈放假、爸爸臭仔嘅字句嚟宣示主权。呢日 Kathy 位于浅水湾嘅住所外就有唔少传媒聚集守候。下昼大概6点到，佢名下一部白色七人车驶嚟住所，但就未见 Kathy 嘅踪影。而 Kathy 老公嘅 IG 亦喺呢日关闭咗。其实 Kathy 婚后真系成日喺社交网度放闪晒爱噶，例如老公帮佢搞生日 party， 情人节一齐撑台脚。去年九月亦都有庆祝结婚7周年，不过好可惜，最终都系逃唔过7年之痒嘅命运啦。